不是，我不要走。我不希望你死，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子吧？可是你欺负了我那么久，我推你一次不行啊？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啊，我刚刚都真流泪了，而且我还跑了几十里路去帮你买药。我也是真的被砍了一刀，哎，而且砍得很痛哎。如果那个人砍准一点的话，我现在早没命了，也没有今天这个骗局啊。那我怎么知道你爱我？你就真的爱我吧。我当然是真的爱你。他连内裤都要助理洗啊！可是我觉得，其实因为朋友的路比较长，朋友是一辈子，所以目前我宁愿好好珍惜这份友情。哎，我觉得他是好朋友，就用师奶造型就出现。我们在拍情书社的时候，就是常常五四三二一之前在玩的嘻哈嘻哈，然后一正式来就忍不住又笑场，一直回避对方的眼神，因为在想到刚刚的笑话。我们对啊，现在是很好的朋友。之前呢？啊，之前也是很好的。对，我跟他相处起来是很简单的，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都没压力，想讲什么讲什么，然后敷脸啊，谈什么怎么谈？他很爱学我做那个表情，怎么要怎么演嘛那个什么？原来，真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是不是好了？好了，好了，这些都没问题了。好了，我好了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只有你才是，那就很幸运了。从小就认识，你这长得漂亮吗？谢谢。他这边还有谁？对呀，还有赵薇、胡彦斌啊。不跟他们聊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你们提过他。整部戏是只有两位演员的，出了一个外景。你的书里面为什么有苏有朋的照片？我冰箱里面也有他的照片。哇！两个真的闹了。要不然其实没有了啊，对，其实没有了。好，你看那个眼神，其实没有了，其实，哇，哎，拜托，哪位？嘿，甜心宝贝。